Hello，油管的粉丝们，你们好，新年快乐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可以一帆风顺，万事如意。最近就我最近这三把，就是没有做假腿，你们说一下，就是有没有谁有能猜一下为什么我不做假腿，我做飞血？你猜，你猜，小姨，你猜。我知道为什么要出假腿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出假腿。我只知道打黑鸟的时候为什么要出假腿。打黑鸟肯定要出假腿。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出假腿。猜啊，弹幕猜。了无生趣。当然不死冤枉小兵，我十级天赋加的是加40%陨石伤害，我陨石你们看一下，我满级火陨石是撞一下的话会600，我这陨石伤害好高，他妈的无敌高，我操！送二送二送三，买一送二。我鸟，我操！真的，真的，真猴子！
啊！好。我给他加了呀，妈的尿自己腿，我操！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有技能吗？尤其是对面在杀人啊，我们家在可能说在废啊。
有，不过电棍没来得参过团。知道的，没想的。救一下！救一下！我去下路了，刚刚。还可以啊，我这个射击得硬生生点死一个。好的射击得好顶。我这个射击流，我操！我他妈射击流，这都他妈打赢了，兄弟！哎，哎，我没熊了，兄弟们！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！哎哎，关键。救一下，救一下。等下波盾，等下波盾。知道了。
还一秒。无敌，我操！可以搜。这也太看不起我熊了吧。还不差，抓不到我，让我们开始前往。我的朋友，很有价值。马上。我方上塔正受到攻击，你已时日无多。三英战吕布啊，继续前进。好的，你吃的。直接插他，直接插他。啊，没事，可能猫捡走了，我一会儿都没事。哎呀，我操，熊死了，他妈的。这个双吼，装啥逼呢？激光手术有风险，不敢做。而且你激光手术有个问题，就是你如果用眼还是这么用眼的话，你还是一样的。就是你不改变你的用眼方式，你一定还是这个。还是这个事。
呦我的妈哟！出来出来，别在圈里面打。都没有 BKB 了，都没有 BKB 了，可以打吗？他们在打热，剑圣能来吗？剑圣。进来进来，再打。还没有六还没有十二神。妈的，技能吃满了呀！吃了他妈的一整套，我操，出不来。啊！被秒了，圣剑了，圣剑了，圣剑了，猴子圣剑，猴子圣剑，猴子圣剑，兄弟们，猴子圣剑，快走，猴子圣剑，打不过，走。
没买。我九秒，我九秒。nice nice， 别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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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猴子来了猴子来了。猴子要大了猴子要大了，能出来吗？猴子没秒掉，我们打我们打我们打，他们忍不起。Oh yeah! Top!